Gogoro 3就是沿用 Gogoro 2的这个动力系统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上桥来看看它的这个动力的一个表现。事实上它的起步非常的轻快哦，这个不会说拖泥带水，并不会因为它是光明买菜车，所以在动力上它就有所这个删减。那它比较着重于在前半段的加速，但事实上到了中高速的表现也不会太差。